自我的东西、执着的东西，好像最近比较明显。哦，那你没有不成佛圆满了，不怕的啊。那如果显露出来说让你破，你既然有这种认知，那就破了呗，放下呗。如果说放不下，慢慢修呗。然后有自我不怕，因为我们就是在修，没有自我我不用修了，所以心里坦荡很重要啊，坦坦荡荡的看清楚自己，好也罢坏也罢，心里坦坦荡荡的，不怕的啊，心中没有相，然后哪个零件不好修哪个零件啊。但是呢，你看清楚自己内在的渴望，你觉得自己是个女孩子啊，有渴望，我觉得这很正常。首先对自己说这很正常，这不是一个病，知道吧？这没有问题。哎，有缘我就去实现这个愿望，没缘这就顺其自然，是吧？我一个人过得也很好，要对自己告诉自己这一点。你一生可能是一个人活着，也可能是两个人活着，但是呢，如果有缘大家在一起，没缘我一个人走，我也可以走得很好。哎，你不断的对自己这样说，好，有渴望就渴求吧，那很正常嘛，是吧？我渴求有一个男孩子很爱我，或者对我很好，我也很爱他，渴求吧，这怕啥？就说我渴求，我饿了，我想吃饭一样的简单，是吧？有了就吃，没有我也不会饿死，是吧？吃饭吧会饿死，这不找不到男朋友也不会死掉嘛，是吧？所以没关系，它不影响你身心健康，是吧？啊，就是有时候有点渴望嘛，是吧？那是人的欲望嘛，是吧？有欲望，带着欲望可以生活的啊，不怕的啊，这不坏，这不说明你很健康，是吧？还有，是吧？我还想找一个男孩子，这我觉得挺好的，是吧？还有感觉找时候，像以前十几年前读书时候，差不多吧。哦，你的心里边渴望一份纯净的感情呗，你对情感并没变啊，你头脑变了，你对自己失望了，对生活也失望了，对这个人性也有看法，有好多想法，但是你内在的情感没变啊，你心没变啊，你的情感没变，你还在渴望一份真情，纯净的真情啊。不管是爱情还是亲情友情，你都渴望很纯净，其实蛮单纯的一种简单的一种感情啊，所以你其实是在渴望爱情，不是渴望男人啊。是啊，哎，爱情是自己可以满足的哦，男人吧，我都这是全世界给你找，是吧？这爱情是吧，自己在心里想想就可以咯，情嘛谁没有啊，是吧？哎，你想要一份真情，那培养吧，自己在身上培养嘛，让你变成那份真情好了，你变成真情你就不会受，那就是你就这样的哦，你变成那份真情就该，你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啊，你看你现在有那份流露出来，你还在怀疑我怎么我的头脑这么复杂，我怎么会觉得这是份单纯的真情，你就那样的，知道吧？哎，其实情是可以培养的，但是你说找个男朋友这比较难哦，是吧？这都是有缘的，是吧？你喜欢他还是他喜欢你哦，情哪儿没有？你要寻找一份感情，先把自己弄出那份感情。你有吗？那你就让他从头到脚散发那份情就行了嘛，对吧？你就是那样的单纯，那样的完美，那样的真情啊！不管你的身体是缺了胳膊、缺了腿、缺了哪儿，你的真情是圆满的，是吧？你就对自己有信心了，是吧？啊，你真情不缺啊，是吧？但是你不要渴望全世界人都接受你这份真情啊就行了，你变成那样你就陶醉在自己那里边就可以了，是吧？你就妄念吧，怕啥呢？挺美的妄念啊，这可以治疗疾病的哦，是吧？安慰自己的哦，是吧？你渴望这份真情，然后呢，其实是外在的男的女的都很难满足你这份真情的。如果你把你的真情定义的这么美的话，你想找个男的或者找个女的，他怎么能跟你这个真情配套呢？是吧？是这样的。你想在外边某一个人身上发现这个真情，然后这个人还对你好，而且这份真情不能放他身上，他身上还得放在你身上。有的人有的只是不在你身上哦。但是你不喜欢呀、啊、你觉得他放他身上怎么跟我有关系啊，然后你就看见这个世界其实很多人有这份真情的，
只是他们把那份真情放在其他人身上，你就不会失望了。只是你觉得他一定要对你好，对别人好不对呀、啊，你还没有无我的境界而已，没活成菩萨、大菩萨跟佛的境界而已。嗯，所以你现在不在努力的做嘛，把所有的真情当成是，把所有，因为你有我相、人相嘛。如果你没有人相的时候，你从青山绿水也可以看到那份真情啊，从花跟一片叶子可以看到，从一片小草也可以看到，你就不会渴求一定有个男朋友在旁边了，因为你坐在哪里都有真情在那儿，是吧？你不会寂寞的，是吧？你站在山前边，那座山就是你的男朋友；站在水前边，那片海就是你的男朋友。我告诉你，知道吧？你没活成那种境界，知道吧？哎，这种境界可以活成的哦，这不是坐在这说啊，你修行就可以。因为一切都是你，如果你是山，山就可以安慰你；你是水，水就可以安慰你啊！一切都是你，是吧？男朋友也可以是山的哦，男朋友也可以是树的哦，是吧？你就因为你有人相，所以才要个男人，是吧？我不是这样的，这是修正的一个过程，就是你会，你不要，当你在《金刚经》破了我相人相的时候，你可以有那种无处不在的境界的时候，一切都，你就不会孤独寂寞，你不会觉得一切，你不会一定要有个渴望，有个什么欲望，你觉得欲望跟渴望是错的，欲望渴望也可以啊，但是一片树叶就可以满足你，你看一看就行啊，一片绿色你就可以心满意足，心很安心啊，可以安慰你的情啊，我们是有情众生，看你是。看你的情在哪一个道嘛，你在执着在人道我相跟人相里边的情才很难满足啊，你需要一个人配合你嘛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你一打破这个你就很容易了嘛，无处不在，但这个需要修正的，继续吧，你蛮有希望的，继续吧。你现在从歌声里已经能找到情了嘛，是吧？蛮有希望。不是啊，我也没否定不美好、啊。嗯，爱情里面大家很无私啊。嗯，但是无私上几秒钟就占有、嫉妒、嗔恨全出现了，就变成了占有、控制啊，是吧？就所以会出问题啊。嗯，爱情就转了，变了味儿了啊！你说。不要求的情况下。有了再说。你有不爱求我，再看看你要求不要求，是吧？如果不要求，真的没啥痛苦的，我发现，是吧？你要求才苦嘛，是吧？是吧？你好歹你爱一个人的时候，希望他爱你吧，是吧？你跟人说话还希望他回应你呢，比如说你爱他，你跟他说话，你跟我说话，我不理你，是吧？好失望的哦，你真的不错，挺好的啊。你就是对自己不太满意，就觉得自己老担心自己不好，说是不是退步了，是不是不好了，是不是越来越，你越来越好了，真的。哎呀，你现在越修越好了，我觉得你就在修了已经，是不是？你还说不知道了，太谦虚了。你所有的晃都是正常的，知道吗？你那些想都是正常的，就像这个灯泡有灯泡，同时一按开关它就会着了一样，它就是这样，它接头它就是个电，有电的，所以你那些想就是生命的正常的现象，但你不要管它，你继续修行就好，它与退步没关系。嗯。